再给大家看一个，就是补课的那个他的手稿记录。大家看之前，我大概先讲解一下好了。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，就是在人还作为一个视觉传递媒介的时候呢，因为等下会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，就是所谓的手抄本或是手稿，然后就是靠手，然后再传递科学。